是布要烂掉，不是线要坏掉，它只是脏布织布而已。戏服不织布，那前面的前面，所以前面还是一样要收啊，不然它这样一拉它就开了。对啊，所以偷的时候要先过去，然后回，然后头也要，然后尾也要，就是要收头收尾，不然它的线还是会跑掉。所以这超那你可以玩玩别的。我这已经缝了外衣机，不要对齐。对、啊。我不，我要玩这是什么心电图？现在是什么 A 三？现在是这个，你知道我不知道上面那个球球是什么意思？应该就只是，应该只是线的间距。就是、所以这个就变超级细，是不是？线的间距啊，那这个是什么差？这个有什么差？还是其实是一样的？哦，不一样啊！他打的结的位置不一样，就是下中上哎、欸。它、啊、就是有什么差？你看出来了吗？所以我们刚刚是3哦、喔，数字在哪里啊？这个啊，那是上啊，眼睛烂掉，根本看不出来。躺平，太难懂了、啊。那就都玩玩看就知道了，都玩都玩。太好玩了，我今天就把你的线索都用完了。先把剪刀嘞，那个剪刀嘞。嗯，在你前面。哇。不睡了。那我们来玩一号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用什么书？这个要什么？嗯。这个。好像是什么线的张力。线的张力。我不知道。哦，这是紧的程度吗？还是什么鬼？是的，但我不知道它紧的程度会变什么样。他也没写。就有的比较厚，你给它张，就是要让它比较松。那个是比较薄的吧？哦，那个是比较薄，应该吧？我不知道哈。不是啊，你写去哪里了？哈！你猜我写进玩不同号，看看。慢玩。哇！好像不能重叠，因为它线，我说我不能重叠到线上面，因为它这个针就直接丢丢，它插不进去了，它直接丢丢，它根本插不进去，它直接这样针断掉了，没有啊，我感所以难怪是针头会断掉了，原来就是这样，
它就重叠，就感觉它快要断掉了。哇，这有什么差啊？看不出来，这个是现在是一号，这个是圈圈在下面，跟圈圈在上面，这圈圈在上面，这圈圈在下面，我怎么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微微的不一样，但我有吗？有不一样吗？但是其实这也太难比较，你缝的起点、终点又不一样。它是里面，它是哪里？里面。但你看不到。你觉得里面是什么？对啊，这边。因为你缝太边边，看不到哦。哦呦，他有教你张力调节。啊？就如果你缝出来那个布烂掉之后，你就可能就要调这个。看起来不织布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。先生不会退货了吗？你想要退货？他都把东西开了。哦，就是线拉太紧的意思吧？可以啦。那我把它撕了。撕现在回。就塑胶袋我就回收啦。拜拜。除非他直接被玩坏。你说缝一缝，然后布都已经被拉成这样，太紧了，就要去调整。就如果布太薄，它应该会皱成那所以五十三那个，那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哪一个、啊？哪一个是紧，哪一个是松？啊哈哈哈！他没写，我笑他。他觉得你会自己研究出来。是哎、欸，傻眼，不考虑写。总之，这两个我觉得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差。那你说一个是上一个下？第一。现在是下、啊，现在圈圈在下面啊，啊，刚刚是圈圈在上面啊。好、哦，我看不懂。这穿看不出差别。反正都能用。再缝一条，三号就知道了。我怎么转不动？我他还有教你怎么接电源呢？哇，你怎么插上电源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看啊，他教你怎么接电源。哇！他说他不教你怎么缝。教你怎么，那不是重点。反正你会插上去就可以了，就自己修。结束。